等一下，真心话大冒险，我选真心话。说出一个你的秘密。我最近熟悉了这款 Taro， 其实是可以 DIY 的，所以非常有个性。真心话大冒险，我选大冒险。用封面大片 pose 来展示 Carol 的背法。好，晚上9点半见。真心话大冒险，我选真心话。自己拍摄大片的小秘诀，我会在不同的场合搭配不同的 pose。今天 Carol 也帮我准备了3套配饰。再来个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选大冒险。表演一个新学会的特殊才艺。我们继续哦。又被你找到了，现在我选真心话。分享一个喜欢的童话故事。童话故事倒是没有太熟悉的，但是非常期待今天插画师和迪奥的合作。要去拍 photo call 哦，跟我走吧。我们再选一个吧。那我继续选择大冒险。10秒4连拍。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再见。最后一个真心话，分享一下看完迪奥秀后心情。真的学到了非常多，而且这一次看到主题其实是童话嘛，那个秀里面设计的 mirror 的这个镜子，它其实上面会有荆棘，人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会碰到很多困难，但是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克服跟打破它，所以我觉得在这场秀中我也获得了很多力量。感谢雨欣的分享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